初段位置、初段位、太极拳位归动考题套路，也叫二段太极拳。它是在巴式太极拳的基础上，结合了步法动作、突出对进、退、侧行基本步法和基本手法练习，创编了成一套简易太极拳。该套路既然难度不大，却包含了太极拳的主要动作，不仅仅单易学，同样具有良好的养生健身功效。 是便于初学者使用的良好基础入门套路。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这套太极拳。首先，请看一遍全套动作完整示范。 十六式太极拳一共分为两段，每段有8个动作。现在我们学习第1段的前4个动作，包括预备式、起势、左右野马分鬃、
黄色亮翅，左右有七奥步。请看这四个动作的正面示范。进行分解教学，预备式，面向正南，并不站立，身体自然直立，两手轻贴大腿外侧，这是预备式，起势，左脚提起，轻轻向左侧横开半步，两手平平举，两手手心向下。向前平举，与肩同高，与肩同宽，肘部微屈，屈膝按掌，屈膝下蹲，两手轻轻下按，落于腹前，手轻向下，目视前方，左右野马分鬃，上举微右转，左脚收点，右脚内侧，两手平屈，手轻相对，抱于腹前。掌心出步，身体微左转，左脚转向正东方向，脚跟着地，迈出一步，弓步分手，落脚弓腿前弓步，两手左上右下方向分开，左手与眼同高，手心斜向上，右手手心向下落到右胯旁。屈膝后坐，前脚外摆，收脚，收手，右脚轻点左脚内侧，两手在腿前合抱，手心相对，转身出步，右脚向右前方迈出，脚跟着地，右脚落平，弓腿前弓步，两手右上左下方向分开。右手心斜向上，以眼同高，左手手指向前，手心向下落到脚胯旁，目视前方，白色亮翅，弓步抱球，后腿跟进半步，两手在腿前合抱，胸部分手，后坐，重心后移，前腿活步，前膝步，两手分开。左手在左额上方，右手在右胯旁，搂膝二步，左手向下落摆，收脚摆手，两手画弧向左后方摆动，出步收手，右脚向前出步，左手收到左耳侧，弓步搂推。弓腿进步，右手从右膝上搂至右胯旁，左手向前直推，屈膝后坐，前脚外摆，收脚摆手，眼看右手方向，出脚收手，右手收到耳侧，弓腿搂推。完成第二个第二步，收。
动作我们学会做了，但是看之前还要要求我们要有正确的呼吸方法与动作相配合。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把呼吸与动作相配合进行练习。请看一下侧面的这四个动作连贯的配合呼吸。当预备式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呼吸，周身放松，起势，起脚时吸气，落步呼气，两手平举吸气，屈肱下按呼气，收脚